Thank you.
接下来呢，我们会选这首歌《初见》来。
这次我们讲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正，来自中文系。然后感谢大家出席这次的音乐会。然后对于艺璇为什么这次的活动叫做安格的话，其实我们的这里就是我们的团室。这个团室呢，其实很少人知道的，有些人甚至迷路了，然后从前面进来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在从后面进来的，它是躲在了学校一个很阴暗的地方。可能对于别人来说，这里可能是有灵异事件，还是有什么恐怖的传说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算是记录我大学成长的一个地方吧。毕竟我在这里已经一年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是我的绿野仙踪。然后我不晓得你们的绿野仙踪在哪里啊？绿野仙踪的意思就是你们的小天地，你们的一个让人舒服的地方。可能是你们男女朋友的肩膀上，还是你们的汽车里面听音乐啊。但是这里呢，就是我的绿野仙踪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要表演的一首就是绿野仙踪啦，是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我的绿野仙踪在哪里啊？一个人也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感动到一个人。杨洋，我是一个女。记住上，没问题。
因为这边很深处，所以你们要走这边走走走去那边。所以这休息15分钟吧，谢谢各位。虽然这个舞台剧很短很短很短，可能大家也看不懂是怎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舞台剧。OK， 然后呢，我来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吧。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呢，一直都在发生，一直都在发生。我们学校也做了类似的东西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们再做多一次嘛，讲多不怕，怕你听不进而已。所以呢，现在如果大家都关好你们的手机静音了，关掉录像了，然后呢，那就来吧。
员。案发当晚，因于大排档喝酒时吸烟被死者咒骂而怀恨在心，其后尾随死者将其杀害。这是一起因言语而引发的血案，而接下来的新闻则是因言语而拯救了一条生命的事。安格其实这个名字不只是传世的很深，它其实也有着我们心中最暗的那个地方，还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距离。我们时常都在想，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会让别人很难过？对于伤害者而言，他可能是一辈子的；可是对于加害者，可能只是一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剧本就到此结束，然后我们就要进，希望大家放下你们沉重的心情吧，可以有点沉重，但是希望还是可以有感动的人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揭秘仪式吧。